那最上面给鹏哥，鹏哥你睡最上头，这都是咱们的吗？不，你得睡最上头，写你名了，月，是吗？啊，宝贝上吧，宝贝，宝贝，你睡哪？宝贝上啊，我也上，我上，不是他最上面他写的标有标记的，写了，嗯，鹏哥在这儿，嗯，我在这儿，嗯，你在这儿，然后飞鱼燕林在底下，我上去我就下不来了，你睡吧，我在这坐，换换，哎。我是这个吗？对，舒服。谁的脚这么鲜亮？谁这么味儿？海边来的少年呢？不，干爽的袜子。来，你套上来。根本就不是我，你把我鞋放床底下，一会儿踩埋的。酸的。哎呦我去！你穿上来。你穿什么玩意儿？我没味儿。我给你俩币行吗？拿出来我穿上。你有俩币啊？就这事儿，就这么邪乎吗？就我的脚真的受不了，酸的。哎，你穿一个行吗？跟那没有不发生任何关系，岳哥。给个特写，给特写。这袜子多白，怎么可能？就王彦霖这个鞋，都有滴水呢吧？不可能。穿上，穿上。他那个可能那个脱下来时间比较长了，你这个是真酸，你这个。我去你的！腾讯的屏幕现在都灰了，真的。老百姓肯定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在剥橘子啊。软乎的。喂，啊你，来。嗯，鹏哥啊，你把剥下来那橘子皮放在你那鞋里。别了，算了算了，一会儿不想吃橘子了。不是，它能串味儿，能清香一样。大风车之呀，哎呦我，你转香水在吗？哎，我说一股味儿了。来，你还玩啥吧？不玩了吧？不玩不玩了，那休息吧，我们都躺一会儿。打个玩。嗯，好。我来换人，我来。靓仔靓女，老板老板娘，买果啦买果啦，新鲜靓丽。啊，这太舒服了，好爽啊，舒服。旅客们，列车即将到达湛江站，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依次下车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走了。来，没事没事。然后我们结束了今天的挑战，西游团兄弟们。有点累点没关系，要去三亚的梦想在这个地方是有实现的可能性的。给他反应。有什么问题？我现在觉得苦点累点有关系。然后紧接着到三亚的边上，咱们往回拐，是不是？你给我们点希望呗。现在啊，就提到什么越远的地儿，我都害怕，都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去了都不知道干啥，你去了不知道咋回来都。是吧？这货，这我们的车吗？啊，在这儿。
渔船。这里是江红港，海对面就是我们的海南岛了，对面就是我们的苦点累点没什么，是不是？是，算一下多少海里吧，干过去得了，游过去得了。哦，床垫有了。哎，黄子韬不在。哦，对，今天空张床。对。韬尽管普陀山没能拿到宝藏。你是去普陀山吧，你在这停吧，我不走了。那有一头黑牛。兄弟，你别抛弃我，自己一个人在这没人没钱没饭。但是等他醒悟以后，他一路搭车回来，应该快要赶上我们的行程了。嗯，赶上行程以后，我们明天能不能去海南岛呢？两个 KPI， 把水果都卖了，吃三种不一样的米粉，完成了。水果卖了，粉也吃完了。对。我们现在可以数一数这些难或者难。我们究竟做了多少？那我是这样想的，不是说九九八十一难一定是我们要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自己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。我们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站在多高的位置替人解难，而是说我们自己去体会一下那种难，体会一下那种难。今天最大的难，最大的难，我觉得应该就是燕玲你挑起石婆的那个担子，嘣一下子一趔趄的时候。若云飞雨，你挑上那担子一趔趄的时候，挑不动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份重量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要经的难，是那个重量。那个重量比身体挑不起来的重量更重。对，嗯，多去感受一下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成长。也是一份经历，我觉得九九八十一呢，它可能更多的都是经历。对，好，明天早上我们看着日出一起出海，各位休息吧，明天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清早起床，拥抱太阳，看日出，走，哎，日出，早上好啊！给他们穿救生衣。